我现在来很快的讲一下八号日本馆最近我们卖的最好的一个商品，就是这个水柱水杯。那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水柱水杯，不但给你跟你全家人健康，而且你可以利用它赚到不少钱。OK，好，那我现在呢来介绍一下这个八号日本馆的这个水柱水杯。如果你去八万八，你可以找到有一个这个。你可以找到有一个八号日本馆水柱水杯，OK？那我现在很快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好，然后为什么它可以帮你为什么它可以给你健康，然后可以帮你赚到不少钱，OK？那水柱是什么意思呢？水柱在日文是清的意思，OK？所以水柱就是清水，OK？就是有。富含氢的水就是水素水，OK？那要喝这个水素水呢，在过去的几百年呢，在全世界各地，我们都有发现说，在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村庄呢，他们住在这些村庄的人呢，就活得特别久，寿命特别长，而且特别健康，很少得病。那后来就很多科学家去研究说。为什么住在这些地方的人，住在某些地方的人，他们就寿命特别长，而且就很少得病。那后来他们发现，这些村庄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村庄的水呢，有很多氢离子、富氢离子。OK，那我现在呢，给你看一个短短的短片，你就知道这个富氢离子对身体有多好。那这个短片呢，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所以这个绝对是很有权威嘛，这个不是我们随便录的影片，这个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OK，那我现在很快的给你看一个短片，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好，然后为什么它可以帮你赚这么多钱。OK。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关于神奇水和长寿水的传说，在这些传说中，德国的摩尔登脑洞窟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1992年，人们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一个叫摩尔登脑的村庄，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洞穴。当地很多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喝了洞穴里的神奇之水后，都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许多科学家来到这里探寻神奇之水的秘密。科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神奇之水中含有丰富的氢气，这就是神奇之水的奥秘所在。人们不禁地问：含有氢气的水？为什么可以治病？这就要从导致人体疾病的元凶开始说起了。科学研究表明，损害人体健康的自由基几乎都与那些活性较强的氧化物有关。它们把与这些物质相结合的自由基叫做活性氧自由基。活性氧自由基对人体产生氧化损伤。这几乎是人类所有疾病发展的最长。OK，这个影片呢，你如果有兴趣想看的话，你就自己到这个八万八，然后到这个页面，那这边就有这个影片。OK，我们今天就不在这边把整个影片看完。那这基本上这个影片就是在说呢，很多这个科学家发现世界上某些村庄的人，他们。特别长寿，特别健康，那他们就发现，后来他们就发现，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村庄的水呢，含有很多这个氢离子，OK？那为什么氢离子可以让这些人这么健康，这么长寿？因为人体呢，人体所有的疾病还有老化，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人体的细胞受到损害。
或者老化。OK， 那人体细胞受到损害跟老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身体里面的自由基嘛，对不对？那怎么样可以把身体里面的自由基把它清掉？科学家就发现这个氢离子是把人体里面自由基清掉的最好的一个东西。OK， 那你在市面上，你可能有看到很多人在卖各种什么药、什么保健品，说什么可以抗氧化，但是其实市面上所有的这些药，不管你是吃什么维他命 C 还是什么什么蓝莓什么，不管这些市面上卖的这些什么抗氧化的这些药品呢，它们的分子都太大，所以这些抗氧化剂的分子都没有办法进到人体的细胞，只能在细胞之外。那唯一只有这个氢，因为氢是全宇宙最小的一个原子嘛，所以氢呢，它有这个抗氧化的功能，那它有办法进到人体每一个细胞，人体所有的细胞里面，所以氢的这个抗氧化的这个功能呢，比你市面上所有的其他的这些什么抗氧化素什么什么这些营养品都还要强太多太多了。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喝这个水素水，这个含有氢的水，才有办法真正的帮你把你身体里面细胞内细胞外的自由基全部清光，就是清掉。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你的细胞就比较不容易受损，就比较不会老化，这样子你的就是你就比较不会生病嘛。 OK， 好，那你自己呢，如果说你也有一个这个水素水杯，你可以做个实验，你可以拿一个苹果，然后把一边涂上水素水，然后另外一边不涂，然后你放大概两三天，放两三天之后，你会发现没有涂水素水这边的这个苹果已经就全部都氧化老化，那涂了水素水这边呢，就连续就好几天都不会氧化，因为这个水素水是抗氧的嘛，对不对？所以就会保护这个细胞。那水素水可以保护这个苹果的细胞，也一样可以保护你身体里面的细胞。OK， 那现在在全世界已经有很多的人，他们都开始喝这个水素水，然后你会发现说，在全世界有很多的案例，就是本来像这个人呢，他50岁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喝水素水，然后后来他50几岁开始喝水素水，到了60岁，他看起来比50岁的时候还年轻很多。 OK， 然后像这个女的呢，她是喝了大概是几个礼拜的水素水就变年轻蛮多的。 OK， so 那所以呢，所以你喝水素水就是有这么多好处。 OK， so 那如果说你是这个八号日本馆的会员呢，你就可以用很便宜的价钱买到这个水素水杯。在日本这个水素水杯市面上是卖55,000日币，差不多是550美金。那如果你不是八号日本馆，你不是八号日本馆的会员，就是550美金。如果你是八号日本馆的会员，只要这个450美金。OK， 那你也可以选择成为八号日本馆的会员嘛，或者说你也可以去推广这个水素水杯，或者推广八号日本馆会员，你都可以赚到不少钱。OK。